Hello 大家 ，Hello Sparky，Hello 修哲。Hello Hello 黑流星 Hello 喝雅 Hello 小贤好大声大家，嗯，嗨 ，Hello 杰克 ，Hello 夫妇猫，晚安，谢谢黑流星的告白气球，Hello， 早安吗？好。觉得今天少了一点什么？少了一点什么呢？什么呢？Hello， 少了腮红。等我。少了一点你们的爱，怎么可能？你们的爱一直都在呀。我戴着眼镜要怎么画腮红呢？我也不知道。哎，太红了，太红了！发生什么事？看我呀！跟你讲，腮红就是这样子，给它随便乱打。我现在化妆都这样子化，居然穿的跟你一样，真的假的？你今天也穿圣诞 T 吗？我真的已经拼命化了，可是镜头看不太出来。拿来涂眼睛，对啊。为什么一直卡痰？就是可以把它当成眼影这样子，而且我也真的是已经画了很红很红，然后镜头看不出来，没关系呀，都这样子。你们自己调，调可以吗？可以这样吗？算了，就这样吧。嗨，林婷婷，宝贝呀！哦，可以后置。我想把我的光调调一个位置。这样的光是不是比较好？像没什么差。我跟你们讲，我昨天我不是 po 了一个限动吗？然后那个我就在我的 iPad 上面下载了一个时钟，然后对，就觉得很有氛围感。只能看一次《灵魂舞》，回家尽力，说不定可以啊，可以问问妈妈。
还是妈妈一起睡一趴。还好什么？你看我的黑毛都长出来了，这样就很像戴了什么发箍，好像并没有。我到底应该把头发放在里面还是放在外面？好像是放在外面。怎么会有这么蠢的问题？预祝 BB 生日快乐！对，不是沾到酱油，没有。沾到酱油是怎样？为什么看起来不红啊？我的头发为什么看起来不是我要的颜色呢？今天好整，哪一点你觉得今天很整？哪一点让你这么觉得呢？我今天什么都没有，我只画了眉毛、遮瑕、口红，这几次都是这样子。因为我都刚好我最近很懒得化妆，很懒得好好打扮。小朋友混在一起可能找不到你，小孩子都叫你，才没有，你才叔叔耶，才没有，他们很可爱耶。昨天去，因为我之前都是，我是第一次去育幼院吗？好像是哦，是吗？我也不知道，但反正就之前是去那个敬老院，对，然后也去过宠物之家，但第一次去小朋友的育幼院，然后就跟着，没有，我是跟着那个认识的一个姐姐去的。然后好康，你说去育幼院吗？带上你吗？什么意思？有小朋友叫你阿姨吗？嘘，走开。Hello 草莓酱。好，反正就觉得他们，首先我很佩服那边的，就是照顾他们的人，觉得他们很伟大。因为我们像这样子久久就是去一次，我们也没有去很久，就是去送一些物资啊，然后娃娃什么之类的，然后不是物资，我在讲是物资吗？是这样讲吗？反正就是那个姐姐也有带很多娃娃给他们，还有玩具什么的，对，谢红包。然后没有换尿布，没有，我们就只是去看一下而已。因为我们去的时候他们刚好要吃饭了，所以就想说不要就是一直待在那边也蛮怪的嘛，所以就跟他们玩了一下，然后抱抱他们，他们很喜欢抱抱，我也很喜欢抱抱，可以理解那个喜欢抱抱的心情。但是他们是一次冲上来，全部冲上来，然后就说要抱抱要抱抱，然后我就一次抱了三，我是有站起来，只是我 PO 的那个影片没有看到，但我顶多一次抱起来两只，我怕摔到他们，我很害怕，你知道吗？因为我跟你们分享，我有分享过吗？小时候反正去 baby box， 然后我就抱了一个娃娃，当然是假的那种 baby 娃娃，然后我就把它撞到墙壁，然后好像摔到地板上，反正就是有这么一件事情，所以我就很怕我抱不住他们，然后就摔到他们，所以就一次只顶多抱起来两只，然后他们就好可爱哦，就一直玩，然后还看到我指甲，他说你有这个，我说对啊，怎么了？然后他就拿我的手去玩，他想要把我的指甲拍掉，我真的快笑死。我说这个不可以拿掉，很紧张，但我有就是注意没有让我的手去弄到他们，我怕刮到他们。但还好，这个指甲戴久真的会变圆嘞。原本刺刺的说，雨林被扑倒，所以我只敢跪着，你知道吗？到最后，因为他们真的是拼命全力在扑倒我。原住民小朋友也有，应该也有不是，因为我们
我们去，我们根本就数不清那里到底有多少小孩子，所以当然大部分看到都是看起来都是原住民，但就很可爱，他们眼睛都好漂亮。没有事先拿掉美睫，这样不行，我又没有用到他们，对不对？没力气可以这样讲，你真的 no。要是请问他们应该也才三四岁，五六岁，也有比较大的小朋友在楼上，好像。谢谢孝贤的带你去流浪。对，然后反正就去了，就觉得，很佩服他们那里的人，然后觉得他们是真的很伟大。然后那些小朋友也是，就是很天真无邪那种感觉。要你 IG 没有？为什么要跟我要 IG？ 我又不是谁，我只不过去就是去看一下他们。对，你也喜欢呢？好哦，好哦，跳舞给小朋友没有？我就说我只是去跟他们，就是抱抱而已。但因为那个姐姐一开始就说要去育幼院，但我不知道是具体会去那里做什么这样子，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就没有做什么准备。但反正就去了那里，就你就知道那些小孩子都很热情，他们很开心见到我们的感觉。今天见到阿粉，为什么？大雪不是不是，怕表哥被冷。No， 不是，我在保护他们，我在保护他们。可以报三起身。我今天很白吗？我跟你讲，我的 T 恤很显白，好吗？昨天妈妈有陪同吗？没有。妈妈还没回来，妈妈又回来了，我的 BB 要回来了。不然要跟上阿凡啊，我绝对不会跟上他的脚步，我追不上他呀，阿姨。我哪有啊？他们才三四岁，你想怎样？每次你笑，sorry， 粉妈啊，我有看到他的行动，还有 hero 对不对？还有多一只猫，没有那只猫咪，应该之后会让别人领养。对，那只猫咪好可爱，我还没见到它。听说它很皮。那是什么？那是什么？我有摸框起，我才没有。但我没有脸脸贴脸脸，他们的脸脸好可爱。有雨林味道残留，还没有啊，他没有，我没有碰过那只猫。有 BB 味道残留，三星的手这么可爱，现在好像16岁，就今天吗？表弟把它舔了，对啊，他还会再养这只猫吗？应该不会吧 ？FBI why？ 为什么？为什么？要去也是去大件那里，也想要脸脸贴脸脸，他们好可爱。反正就可爱的宝宝们，还会要说他要飞高高，我说你要飞高高吗？他说要，然后他说好，那你们去，他要等一下要一个一个来。啊，我真的很怕他们飞出去，就真的飞高高了。虽然我的飞高高对他们来说应该不够高，会被出镜还是算了？为什么？大会 ，FBI， 好好笑。
脸贴脸姐姐不会允许啊，我也不允许，我也不允许，安得哟。想到悠悠 TV 工作吗？还好，现在我可以走，我可以当他们的什么？不知道，不知道可以当什么？可以当那个玩偶啊，跳他们的舞。还好，包那那 no。顶多垫脚，哎，才没有，夸张了哥，夸张了。准备好青山鞋吗？补个紫萱，我在考虑，我在思考，你们想看吗？当玩偶也太浪费了吧？为什么？那我当那些小朋友。为什么？你知道我在班上也有人会叫我小雨，超好笑。我那天听到看到他们的绰号，小雨，不是我。因为有燕子，我那个时候没有发现，也是我，因为我也是后来看那个他们我们发的那个影片，我才知道，就是才配对的起来，配对的起来。B B 写，喂，那没关系，可以不要，我不亲了，什么什么都没看，张小雨。12岁听起来到底是什么嘴巴？真的好可怕哦！我们本来就认识啊，在我想一下，在 TP 以前就认识了，对，很早就认识了我们。当然有印象啊。好诶，鱿鱼晃晃宝，叫晃宝，但我叫他这个名字也是蛮怪的吧。我又不是你，我不好奇好吗？我也是从那个年纪开始啊，我比较，我还比我哇，我还比较小。他6岁啊，真的假的？我可以不要吃大鱼吗？什么倾盆大雨是不是啦？是当初那批最年幼的。我以为，还有一个是不是？你知道，对我来说，那段记忆已经有点快要消失。到底这是什么东西？小朋友啊，有人嘿 ，Hello。好想你，谢喽，我也想你们。就要开始吃银杏，没有，忘记就忘记呗。很会流汗，对，真的很会流汗。为啥已经153了？我跟你讲，现在的小孩基因都长得很高，好吗？修卡天，修哪天是吗？别忘记，怎么会忘记你呢？怎么会忘记你呢？我外貌变了。
哪一个部分？哪一个部分整形了吗？这样应该整形有点失败。我的外貌哪里变？甄选时期，等一下，我现在已经跟你比，跟他比身，我干嘛跟他比啊？再大一点就不会。有跟他互动吗？有啊。你说的是哪一个甄选时期 ？TPE 吗？有啊。我就说我们本来就认识，所以应该有小聊天吧？应该，为什么是应该？因为我不记得了。变成什么？为什么会有男团的歌啊？哦，因为我播的不是我的歌单。我好像每次，因为我跟我妈是用同一个 YouTube 账号，然后她有一个播放清单是编织，然后我有一个就是我听的歌的播放清单，然后每次他因为他可能会新增嘛，然后系统会自动新增到最近一次加入的清单，然后有时候我的歌就会跑到他那里，然后有时候他的影片就会跑到我的那里，很好笑。原来是这个变是吗？好的，十分的悲伤。那我离远，这样，好好笑。接口漏气，好可怕！现在比较油条。没关系，就我真的要笑死，是哪一点不对呢？应该是因为头发发型有差，还是我把头发放下来？我刚其实开播前我就在犹豫要把头发放下来，还是弄起来。但我想说，我最近很常长这样子，妆吗？以前比较青涩。你是谁？你认识我吗？你之前，你是谁啊？怎么念 ？Tuffy 是吗？是这样念吗 ？Tuffy 以前比较轻，我今天又没有画什么，我今天又没有画什么妆。Tuffy 你好烦哦。你好烦哦，好好笑，太好笑了，嘘，不要吵，不要吵，这样子我不跟你说话了，不要吵。为什么我这撮头发会一直遮到我的眼睛呢？我想去，好哦。好喔，我来想一下我这个礼拜做了什么事，好像没做什么事。我去了高雄一趟，去了台南一趟，很开心，但不是出门。哇，人家还没有，你还没看过人家，你就已经爱上他了，是不是？你爱上小燕子了，是不是？什么来台南？对啊，啊对，跟阿潘去看电影啊，对，拿了新的包包，真的好开心。我的包包，我还弄了 happy， 这是我每天的心情。哎，反了。
该绑架你。不要入可爱团，不会，我们可爱团不会再加人了，好吗？不会加人了。怎么没有看到你？你好烦哦！我不是很想理你。接到耳机盒，对啊，很好看耶，这个包包好喜欢耶，而且它真的装了下很多东西，夸张，太夸张了，笑死。你说没有上台表演的部分吗？笑死，笑死。因为我刚刚，我有跟你们分享过吗？我因为反正我同学他们也是跳舞，然后就那个 MV 不是有那个吗 ？IP Locker 在后面，就是跟他们一起跳嘛。然后我同学就说 IP Locker 里面有他的朋友，然后就他觉得我没有跟他们一起跳，我很可惜。我就觉得真的很可惜，没有跟厉害的大家一起跳舞。为什么在警局里面去保释你出来吗？哎，好漂亮，哪一点？燕子晨晨，为什么？是你的，那是你的反应吧？反正就是对。高雄煮饭，丹丹有这么好吃吗？我有点忘记了。我只知道真的好甜。哎，哈，哈，不知道，也没有到好甜吧？有啊，很甜的。南部的东西不是都蛮甜的 ？CP 值真的比较高，是很便宜吗？哦，这样子，吃过了啦，但我忘记了，但我忘记了。刚是你内心世界，我看出来，好。高雄的东西没有偏甜哦。那天吃了什么吗？好像也没有吃什么。我去这两次去都像一场梦，因为没有玩到东西，很想要去玩，但还是很开心，就是出去玩这件事情。带一份回台北，台南唯一，我要笑死，来你家，又不是不知道，对耶，我又不是不知道，因为你在干嘛？你在干嘛？怎么了呀？只开放给家族哦，这么酷，开放给家族。谢谢 Sparky 的猪猪你哟。什么类型的？哦，我跟你讲，那天看的电影很吵。不是啊，就是他很西兰。我有。哎，没有，因为他前面都在讲话嘛。然后我那天好像很早就起床。好，反正这不是重点，好吗？重点就是他后面，就他是整体来说是一部很血腥的电影，所以
所以如果怕血的话大家不能去看。然后呢再来是他超级暴力，然后就一直蹦蹦蹦，然后一直对杀人，然后那个血都这样噗嗤这样喷的。对，果然是被他们让你没法睡。不是不是不是、好花300块，我没有啊，我没有花钱，这个才是重点。不是啦，看电影才会找你们聊天，只是比较多都是看电影才会一起，最近都是被推到没了 ，no， 不可以。我们上次看的是什么剧？寒山岛海战的时候，那个都可以，就是领悟出一些道理，你知道吗？然后就会觉得，就是像他们那个是里面是什么打仗很厉害嘛，打仗就是他们的出谋划策那个部分，觉得很厉害，然后对，就是很有意义。只是这次的就有一点，就是他们就是一直来来来，一直来，只是在顿悟，我在吐骨，没有，我觉得不是因为电影的问题，是因为我自己的问题，就是可以领悟一些事情。真的，这音乐真的很好说，而且就很暗呐、然后就很好，这样是可以的吗？请问，漫威 DC 电影，你是不是问过？我们上次还讨论过角色，对吧？但我没有去电影院，我其实我自己本身不是一个很常去电影院的人，对，然后就当然电影院跟用比如说像用平板当然会有差，因为像我们在家就是用 Netflix 嘛，但就是不知道，我没有很在意那种音效啊，然后那个实际体验那种东西。但当然去电影院还是比较有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我请问在电影院睡得到磨牙打呼是怎样啦？但你不觉得在电影院很就是有一个很没有办法避免的，就是你没有办法知道你周围会坐什么人。你知道像上次我有跟你们讲过吗？我上次遇到一个他在里面吃斯基亚。超香，你知道吗？你知道 Sukiya 的那个牛冻，哇，很香这样子。然后那个，他拿塑胶汤匙嘛，吃那个纸碗，就会这种声音，然后再刮他的饭，还没吃完的饭。我在后面看电影，我直接，真好吃吗？我觉得好吃吗？Hello。我想说请问8年前跟学妹为了把妹去的吗？音效不错的还是很想啊，是没错，有次臭的我是没有遇过啦，但 Sukiya 已经有一点多了， Sukiya 真的很香，你知道吗？断考睡到打呼Oh my god，然后就是偶尔会遇到，像这次看电影好了，就只要有人被吓到，你的椅子是整排动的嘛，然后就发生什么事，然后或者是电影院后面，比如说遇到人抖脚，他如果刚好抵在你的椅子上，你就会很不爽，懂吗？就是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是的。就看你喜欢享受个人时光还是
还是喜欢去电影院看。小声一点啊，他不是叫你起床啊。在臭豆腐看电影真的是傻眼呢。但我因为我上一次是跟我朋友一起去看小小兵嘛，然后就有的时候到笑点的时候我们会不小心笑太大声，然后我就会跟旁边道歉，因为我们笑得比那些小孩子还要开心，超好笑。冷门时段去看就好。哦，也是，现在不是会有那种吗，电影院是比较少人，个人就只有两个大位置。道歉也太可爱，没有，我们两个就笑超开心，然后就会互打，他说班长小声一点，然后我们就会不好意思、啊、我没有，我当然在电影院我不会大笑好吗，但就是这样之类的，爱怎么反正就是不好意思。没什么人超速哦，很棒耶。用抱抱的，大家把你当耳朵，用又骂你脑粉，他怎么他在哪里骂你的？笑声太有魔力，不是啊，就没有办法控制嘛，对吧？假借那个爱，把自己埋了，请自备耳塞。哪有？我才没有大声成那样子，我还是会害羞的，好吗？而且那样子其实会有点困扰吧，就是说不定你想笑，就是你旁边笑一个巨大声，哇，你直接那个笑意收回去。所以我还是会克制我自己，知道吗？不是，不是啦。然后我就是昨天的时候也有就跟那个一个小妹妹就我认识的姐姐的女儿一起去汤姆熊，然后她会玩那个音乐的那种，就是有一个环，然后很多个按钮，然后玩的时候会这样啪啪啪啪啪的那个，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很酷耶，他们很酷耶，那个游戏很厉害，因为你跟猫咪平常就是，对，对，你知道，洗衣机啊，有一点像，原来叫洗衣机吗？对，那个看起来好难哦。然后那时候旁边有两个人，双人一起玩的，两个人一起，他就。哇，好厉害耶，超厉害耶。没有，我完全不会玩那个游戏，而且我还玩了旁边那个有点像钢琴的东西，我不知道是可能是我的问题吧，但我觉得他的那个很不灵敏，然后我就明明就按了他就没有理我，然后我就一直在好难玩飞镖机吗？啊，没有耶，我原本想去玩，但因为跟着大家一起所以就没有去。所以是那个是什么？去跟柜台说想要玩那个，然后他就给你飞镖、哦。跳舞机跟太鼓，跳舞机我也看不懂怎么玩。
就当做是没有，应该也是我的问题，因为我就是不会玩那个游戏。我看不懂他有教学，但是我看不懂那个怎么玩。买了方向盘就再也没去过，是哦。你自可以自己买一盒，哦、真的、哦。想要专属飞镖。还有，我突然想来看一下飞镖。没有才坏，哪有？才不会。手太短也不适合玩，对。我感觉到了那个游戏看起来就很难，好吗？飞镖，但又没有人陪我玩。我最近又在逛相机，因为我这次去高雄，我是帮人家拍照。然后呢，因为我不是都会跟学校借相机嘛，我这次也是借5D4，我的手腕快要断掉，快要断掉！我的天，超重，我超级后悔带它出去。但虽然拍出来的照片很好，但是它太重。又要浪费钱了，没有，我应该还是会先啊，说不定等学校淘汰机器的时候，但我觉得近期应该不会，而且学校的机器小台的，我觉得拍出来没有到很好看。迷上底片，哇，烧钱了，烧钱了。拍十元吗？就是有机会要去看他那个叫什么，看他上班的时候，300块以上，天哪，真挑剔，不是挑剔的问题，不然你我拿相机就是为了要拍的比手机好，结果拍出来比手机烂，那我还不如拿手机拍，对不对？但现在的手机其实也蛮厉害的嘛，只是那个 feel 不一样。对吧？对。要去再告诉你，好啊，下次一起去。是可以的吗？待会我被，iPhone 的动态岛现在上面可以养宠物、啊、我那天看到我觉得好可爱、啊、但就只是觉得很可爱，没有什么特别的。 So pre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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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tty。 我要怎么样比较呢？所以雨林要换手机吗？没有啊，我哪有钱？你要帮我换吗？不用，我现在这支用得很好，好不好？现在这支已经很够了，我只是需要相机而已。啊，没有，笑死。时间分段讲是什么意思？心动了吗？对你心动了。光圈固定啊，毕竟比 CD 便宜。哦，
用，我现在的手机用得很好。明年换十五。我竟然是被手机打败，不是被车。我那天看到一个很地狱的，它不是有那个吗？车祸功能，它那个是怎么测啊？它怎么知道你发生车祸？是柏林找你的吗？对，我是一代成员，不是一代成员，反正就是最一开始，然后我们就说可以一起拍这样，然后就陆陆续续找人一起，是吗？谢谢。我觉得有待加强。壮大是自然真的，是这样吗？这个月所以你被打，已经被打败了，是不是？很性感，很帅吗？谢谢。没有回应就自动爆炸啊，是这样子。超想退回去，有点被监控，真的会有？为什么？什么意思？跳得很帅，很好看，谢谢。哦哦。拍过最用心的 cover 的服装，重点是大家很就是都很认真努力的，就是愿意一起聚在一起练习什么的，就差没有唱了。哦，那个唱我们应该会输掉哦。你也被打败了，竟然有你被打败的时候，就有很大反差了，还被录成这样，就是喜欢反差感，谢谢。林什么？你好好打人家的名字好不好？是 TTP 的大学姐，哼，我们只是待的比较久而已。服装有人说雨林比较害羞，所以外套是拉起来。哦，没有，我跟你讲，那个外套呢，怎么穿都不对。它如果不扣起来的话，它就会影响我跳舞，所以我还是扣了起来，还是扣起来啦。怎么这么，不要说在那边说甜言蜜语了你。叫你大学姐应该没问题，那你也是大学长，你是我的粉丝耶。外套里面是搭什么？小可爱，小背心。大雨，给表妈，宝贝，就不用了，就不用了，谢谢。大雨，因为小雨了，哎，才不要。雨林就雨林好吗？我跟你讲，我现在在外面呢、啊，我都跟人家介绍，我说我叫雨林，然后一开始人家都会抱着一个有点难记的那个眼神，我说啊，你可以记热带雨林就好。我现在已经接受这个了好吗？因为我想不到适合我的绰号，还是你要当雨林？不用。什么晨晨晚上好？在哪里？两倍零食，哈，笑死！因为你，我不要，搞得好像我远传电信，笑死！
鱼的鱼鳞也算好记，然后我觉得热带雨林才是最好记的，这样子。没有，不然对啊，我就一直想不到我自己适合的绰号，知道吗？所以我放弃了，好吗？继承玲玲，不要闹了 ，no no no。宣传，我才不要帮他宣传。跳起舞来确实是热带雨林，没错，对吧？所以就这样吧，我放弃，因为我很会流汗，所以可以叫热带雨林。思考一下，这个礼拜还做了什么事情呢？一只张雨玲人体是什么啦？是什么啦？雨玲眼睛好看，谢谢。合称。黑章鱼，好，我是去台南哪里？南纺购物中心，在那个附近。但我没有哦，因为我跟你讲，我那天就是那个旁边，就是那个。Jet 嘉年华，超想去的，我超级想去，可是没有办法，就这样子跟我想去的地方错过了。我还想说要再带一只娃娃回来，毕竟我的那只被张 baby 吃了。这一个梦想，你知道再大又怎样？你15分钟，哦，真的、哦。有这么近？辐射，对啊，被吃了。什么长颈鹿？长颈鹿是 Bibi 的玩具啊，本来就是他的玩具，但服饰是我的。那个呀，超想去。对，而且南纺里面不是有那个嘛溜冰场，超想去的。服饰小宝剑。咬坏了，也没有到咬坏吧，好像，反正就是都是他的口水，然后就算洗了，他里面的棉花也结块，回不去了，十分悲伤啊。手段还是脚段？没有没有，就是。都是口水，是真的。那天时间很赶，对呀、啊，你有修好呀 ？No， 但不行，都是 Bibi 的口水。Coverage 曲学多久？我们其实聚在一起没有跳过几次，我忘记了。但因为我们拖很久，是因为中间一直卡到活动，卡到活动。被伤害后没事吗？阿姐已经。现在不知道在哪里，在
要哈，不是巴西兰。破坏那里的机车，没合跳几次，但呈现很完整。我也觉得，我们之后会拍更多更多。固定镜头拍吗？不是，我们有厉害的，有厉害的摄影师。地点是不是公司啊？公司的教室太小了，不够我们跳。外套多少钱嘛？虾皮货，对，虾皮货，虾皮货。谢谢黑流星的凯蒂轩的101，大姐，你也把好好说话，你说说看，要不要好好聊天？好哇、哦，也许是恐龙，什么恐龙？叫什么宝贝？我需要沙拉托去油。是不能叫你，不习惯。哪一段 pose 最难吗？还好啊，这首歌没有很难，其实。主要是那个，我们有一段是，原本是要把一云举起来甩甩这样子。像荡秋千那样，那一段最难，我们合了好多次但没有成功，所以最后用了一些手法就结束了那一段。太重，不是太重，就是很难，那个动作就是不管怎么用就是不太对这样。所以这样翻译是什么东西？还有什么呢？甩，对啊，像荡秋千那样子，它要坐在我们的手上。整体来说蛮开心的。主导纠正吗？对啊，通常
常只要有艺人在，都是他来帮我们。对，主要是看推动这个男子，对。何时要自己拍一支呢？你们想看什么？你不是想看那个吗？新歌？但我还最近还没有，最近很多事情。虽然你也不差，你泄露这句话。待机模式，哪天换你来跳舞的？原本你们差点就可以看到我跳的，没有，我不太就是，对，原本差点要，可以期待 fan meeting， 虽然我不知道到什么时候，但是可以期待。晚餐吃了没吃了？不是吧？不是吧？我不是这一挂的，对不起。站在，好笑，四周年。周年不是，是 fan meeting， 还没吃，你还没吃吗？我吃了，你还没吃吗？其实原本蛮期待 fan meeting， 但蛮可惜的。就延期了嘛，是看你跟平衡，真的假的？这么棒的吗？我们的 fan meeting 很精彩，是好可怕。我也会滑抖音，但比较不会拍那种社会摇之类的。我不是那一挂的，只是你们 MC 话题会不会不合时空的？当然会改啊，怎么可能？超好笑，哪一个部分？哪一个部分？请问？孝顺值是什么？彼此的爱。不在我的预料之内，好吗？到时候去才啊，了解。Hello， 欢迎战士。你适合淡妆？你说今天这种吗？啊，你说变黑的区域是这个是不是？
是吗？做的布丁头。我被雨淋到，谢喽。只按了罐头鱼，你就是如此的好认呢。晨晨的名言，大家都知道了好吗？体验当压现在的幸福，不用傻眼，很像刚起床女友视角那种，是这样吗？你确定我刚起床会长这样？我刚起床好像会更狼狈一点，刚起床可能没有那么好看。看要变好还是变彩虹？没有，我要让它长出来，我就要让它长出来。反正我现在很常戴帽子啊。要染吗？你们觉得要不染吗？但不会是最近，因为没必要，没必要。要上四万了，拍点抖音的东西。会打，我也会打呼啊。我也会打呼，都会的。晨晨 IG 真的好可怕，扣分。好好笑，可以不用这么快，什么这么快，打呼怎么分？部分破万赞哦，不要磨牙就好，我也会磨牙，谢谢。我都会。好好笑，不要停止。录这个快破一万啊！我已经破了，我已经，现在是2.3。啊，不然可以不用这么快。打呼的空气，啊，像表弟一样放屁，哈哈哈哈，好好笑。他的 IG 哦，下星期天一直读书。对啊，为什么？全为什么？有什么日子吗？平行生交汇的瞬间，是你在压的奇迹。今天留言的时间差有长一点，知道吗？你没有说你这个就有一点害羞了。大家都要去升旗哦哦。雨林没参与到活动吗？好像有可能哦。对，为什么只有我播？10月9号要干嘛？是悲罪而已，两世界的交界。这样好像很认同乱讲，难道说什么？超期待你看，圈内只有你跟别人，你超怪的。真的要下高雄？什么意思？难解的一道题。
家要去看诗雅啊。车资好贵，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搭飞机哦，好啊。我想去很多地方哦。高铁要上千呢，我又不是不能自己去。我头发突然解开的问题。那就来一个马尾吧。没错哟，哎，现在我可以这样哎 ，Happy birthday to you， 然后就吹熄这样 ，Happy birthday to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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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看不出来，啊，不然怎么办？马尾就是一个前面看不出来。秃头，机关，可以点火吗？这就是火，我就是火，我地热情。哎，发生什么事？我的头。其实只有这一撮到腰，因为我喜欢。既然无法夸人开，不用这句话，谢谢。发量太少的困扰，不是，是我故意剪的啊。发量少也是一个，对，对。如果我这里也有头发的话，我的发量应该是可以的。起来了，现在你想把我踢出去是不是？你想把我踢出去吗？真的感觉变短，对啊，因为多了这一节的长度都是在上面。舞台剧不是，是因为很常公演啊，公演就是类似那种成果发表嘛之类的那种意思，嗯，所以我们都要梳得很干净，秃头，
然后之前不是舞蹈班嘛，所以也是，他说超干净，好期待林依人头发嘛，才没有什么小弟，算了吧你，我要把你踢出去。发际线给你拉很高，林依都是黑长直，对呀、啊，但那样是独特的魅力，好吗？因为她发质真的很好，闪亮亮。把鳄鱼拿起来，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要拿起来？它很可爱呀、啊，我要带走。很像都是黑发，对，他没有染过头发，但他的头发不是天然的黑色，有一点茶色。烧钱加发质受损，主族适合染什么颜色？不知道。今天雨林吗？去哪？没吐槽你吗？傻眼。什么奇怪颜色都撑得起来吧？感觉是。晨晨适合什么颜色呢？他应该就茶色吧。感觉他的 feel， 亚麻系列对，染绿色可以，感觉蛮不错的。浩宝染粉色吗？竟然，不要很红，粉红跟紫色都好。你说不要这个颜色是不是？我的是红色，虽然你们看好像不是红色，不对，这个颜色。喂，你是，不然怎样？出去，不然怎么办？我又不能凶，对不对？我又不能生气。我人这么好，是不是？现在的颜色，啊？Cover 区的发色比较好，是不是那时候感染？不是，是因为灯光的关系，对吧？灯光的关系，你看。后退一点就会比较好，看懂吗？我现在很像一个什么葱还是什么 ？Merry Christmas！ 我现在本人就是 Merry Christmas！ 耶、yeah! ！好丑，很像好不好？很像圣诞红，我爱的红色。来分享我的新的水杯好了，没有什么好分享，就来分享这个，很有质感。因为我最近很常喝咖啡，然后妈咪就买了一个水杯。可以这样提着，但感觉它的提把会坏掉。我还没有带它出门过。可以这样提着，感觉是哪一天就会这个把就掉下来。很不错。鸡肉还是绿罐？我喝 Seven 的。
很有质感的，它是既然会喝咖啡，为什么不会喝？咖啡好喝，被子砸到脚趾，然后就痛爆。心碎的方式是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才发现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你是魔鬼中的天使，让我变成孩子。胶囊咖啡，我家没有胶囊咖啡。哪有咖啡有加糖吗？没有，喝咖啡的原因就是因为不要加糖啊。但我相比美式，我还是比较习惯喝拿铁。我懒得解释，爱怎么解释？金属色，我原本想要一个不锈钢的那种颜色的，也是很有质感的杯子，但这个比较搭。酸的咖啡哦，我超级不喜欢酸，所以不喜欢。磨成哦，喝冰的，我已经喝咖啡了，就不能再喝热的。我不太喝热咖啡，要装文青。感谢咖啡让我增添我的时间。嗯，喝咖啡就是可以坐在那边，然后好好的享受你的咖啡。我喜欢一般的。好喝，可以，我可以接受苦，不要酸。一定要加牛奶哦，对，就是拿铁。嗯，热咖啡才有咖啡香，没有，我喝咖啡不是为了品尝它，只是因为想喝水喝。喝咖啡会手抖，欢迎星际宝贝。都喝什么？美式跟拿铁。比较习惯喝水，我不习惯喝水，所以才会喝咖啡。国君呀，不是吧？咖啡加珍珠 ？No， 珍珠是珍珠，咖啡是咖啡。我没有到很爱咖啡，只是比较常喝而已。累积啊？你说不爱喝水吗？我本来就不爱喝水，好不好？热美式，嗯，不喝水啊，我本来就不喝水。可可雅呢，好喝啊，但不太常点，因为咖啡比较便宜，是吗？超商的，比起来的话，难怪都一样开。既然我今天不想跟你说话。No， 你现在讲什么都挽回不了你前面的。No， 不接受。幽默男心机宝贝。心机宝贝，好笑吗？看来你要开始爱喝水。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不想跟成为有一样的特色，这是他的特色吗？
就不爱喝水有什么好不就是不一样的，有差吗？无法挽回了。就算出名鲶鱼是什么意思？只要说句“宝贝林爱你”就会解决了。No， 我没有这么好哄。我是难搞的人。为什么越看越喜欢？之前都没看你，最近偶尔看一下就一直看你，谢谢。我不是这么好哄的人，但是这句话就谢谢。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可是我都没做什么耶。一次就要近三个月，什么意思？你对留言都很认真回，有吗？我都敷衍他们呢。好好笑。我没有，我都没有做什么，你这样讲我都不好意思了。哎，这才是重点吧，前方的新马甲都不叫你宝贝，不知道什么最近想叫你，什么意思 ？Why？ 为什么呢？你在害羞吗？对啊，有点。为什么会突然想叫我宝贝呢？刚刚是不是听过这首歌了？算被撩吧，这算被撩吗？这也不是越南大叔，好好笑。喂，走开！现在是黑粉吧？对啊，我都还让他留着，已经很棒了，对吧？对吧？我是不是人很好？真的是，真的是。粉切开到谁的？还跟果果抱怨我对你很差，哈？哪一个部分？哪一个部分？哪一个部分？说明你是真粉，算了吧。印象黑掉了，看来要……没有，你一直都是黑的，一直。Forever black。哪一个部分？啊、笑死！啊，雨林宝贝好整，证明人是真粉。那、no， 我通常会这样讲，都不是。哎、欸，跟屁说，还被小颖好想听完整版。他们有啊，他们有一次上节目被放了完整版，然后他们所有成员的表情都超失控，而且雨琦还会教他们的粉丝，就说你们要。唱出来，这样很好笑。人家大健对我很温柔啊，是个部分啊。哦，这样子，没有你都对他这样啊，很开心，耶，宝贝，这样，你对我是这样子的吗？但我比较喜欢这样子。
比较没有那种距离吗？不要对我温柔，怪的，不敢这样讲。长篇情话，好，谢谢。不是怕洗澡看。依琳太可爱，你这个才不是，不是这样子的。No。都超级温和。你女友是谁？切晃吗？没有人欺负她。没有人欺负她呀。谢静的缘分相遇。都没有欺负别人。你确定？你要确定？你要不要翻一下你上面的那个留言？我们下个礼拜要办迎新，要办迎新了，这是我们戏学会的第一个活动啊，要升戏大会，戏大会才是第一个活动。哇 ，HP 剑红，好的 ，Good night。因为外在因素而快歪掉了，什么东西？我是女友，期望是老婆。你这个小渣男，啊、语出惊人了，我的天！不可以这样子，大家不可以花心 ，OK？ OK 吗？不可以花心 ，OK？ 你要专一好吗？在乱说吗？突然语出惊人 ，Oh my god！Oh my god！Oh my god！ 你真的不花心？哪一个部分？吓死了！嗯？怎么会有潘之翼的问题？好好笑，一团推一个非常冷静，是这样吗？希莱尼诺。一组一个很专情啊，好，哪一个部分？我为十六岁很动人，好了，好了就好了。专情专一，对雨晴对吗？都不好听，真的都不好听，真的耶。Oh no！ 喜欢上，要不要看一下你前面说了什么？台面上的部分，哎，好好笑，完蛋了，切换了新马甲跑掉了，语出惊人就跑掉了，是不是？你还在吗？谢谢你喜欢我，我快笑死。
谢谢天，谢谢人，我在讲，谢谢人好的缘分相遇。谁真情啊？好好笑，眼睛在，Toyota 跟马自达，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哦，马自达是这个，嗯。不知道，开马自达会迟到，为什么？为什么？我一百张而已。啊？我们的爱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在说什么？你都没买车，就有钱买车。好笑，黑金什么意思？梁家辉是谁？喜欢冰室，昨天出去是坐冰室。啥歌？笑死，马自达。免费让，那是我能决定的吗？决定的是什么来着？哦，最近先不要，为什么？他买几个？Toyota， Toyota， 那个大英威你也不行啊，载女友比较安全。Toyota。突然哦，这个车好可爱，小什么越野车，越野休旅车，哇，好酷，什么 Jimmy， 什么 Jimmy， 越野车好像蛮帅的，我想要开这种车。我想要这种车，这样布丁头用不错，喜欢没有就啊，因为这里没有票，
你们是不是看我的布丁头很不顺眼？但我自己看得很顺眼，我已经习惯了。很帅耶，这个车是不是？我之后想要这种车。然后爬不上去自己的车，这种车很贵吗？是不是很贵啊？蛮可爱的啊，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思琪，嗨 ，Here we go。哦，你说我的头蛮可爱的。只有你撞人的份，哈哈哈，笑死。啪啪啪啪啪，这种车是不是很贵啊？我发现我喜欢那种，看一下，不知道是怎么查，找找看。是自己改的吧？不知道哎。当兵就每天开 Supra 是什么？那是什么？FK8 是什么？看一下 FK8。 哦，这是赛车吗？哦，酷。还是想当雨林男友？你刚刚讲的意思不是你已经是了吗？你讲的好像已经是了。现在都穿长袖长裤了吗？现在出门吗？几乎都。我本来就比较喜欢长袖长裤，我觉得我需要搬去一个一年四季都是冬天的地方。我的爱是哦、我之前很喜欢 Mini Cooper， 但现在觉得 Mini Cooper 有点太复古了，不太一样。那个 feel。小短裤加马靴吗？但最近都，哎呦，眼睛歪，最近都比较喜欢长袖长裤。南极不会热，有一点。都没有四季都有冬天，是这样吗？穿性感甜美，甜美性感。Mini Cooper 现在一点都不迷，对啊，都不迷你了。Mini Cooper， 好像现在还是刚刚找的那台最符合我的预想。
稚园，不是，那个是育幼院。我不是有 tech 吗？那个不是幼稚园吗？有没有新的？有啊，感触满满。范TP真的没想到一些新的，谢啦。开 K 了，咪咪哭了，什么啦？我觉得我喜欢的车跟台湾有一点不搭，喜欢类似这种复古的车的感觉，很好看哎、欸，可是就感觉跟台湾的路有点不搭，不觉得吗？而且这种车应该要等，就是我有钱买第二台或第三台的话，才会有机会开到它。不实用，对啊，就是因为不实用，所以才会说，嘿嘿，老人哎、欸，好好笑，很可爱哎、欸，所以我才说我当初想我骑机车应该也会骑那种伟士牌什么之类的，因为我就很喜欢那种复古的东西，就只是喜欢而已，但不会开啦。啊，然后我之前想到买这种面包车，啊，不用到香奈儿，但是就是这种车，不觉得很可爱吗？马车。喜欢牛车就已经很好了吧？喜欢这种可爱的，我妈咪也喜欢这种车子，可爱。不然就那个蝙蝠侠的车可以吗？很帅他的车。野马嘛，铁牛车，我还是喜欢刚刚找的越野车，感觉就可以装很多东西，装很多。好跳动啊！对呀、啊，但我觉得我上车应该会很狼狈。这个很好看，我喜欢这个。真的要学开车，真的很棒，我也想啊，但我没有钱去报名驾训班。这台便宜、啊，真的、哦。它叫清明越野车。哦，它真的叫 Jimmy 耶。Jimmy， 什么世界？什么？
那是糊涂。他的驾驶座为什么在右边呢？空巴哇，不拉行，很酷耶，这个车子很帅。哇哇，它的空间很大耶。好了，我爱上这台车了，我之后有钱的话我要买这台车。都是右驾，在台湾可以开在右驾的车吗？其实我不懂那个是什么。 Jimmy 不行哦，那改车是吗？Jimmy 国内不再引进，我买不到了。等我可以买，他应该已经合法右驾，真的、哦？谁啊？这么厉害？但怕你不习惯，是吗？是哦。铃木吉米，对。什么是你的？这个真的好帅、啊、我喜欢哦，还是叫吉普车啊？我刚查的是什么？越野车跟吉普车不一样，对不对？不知道那个叫什么。ユリの、大好き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Every day, every night. ハットスパッキー、バイバイ。I want my whole life. 他是谁？为什么他可以？我觉得我如果有钱到可以买自己的车的话，我应该是已经可以很常出去玩、出去旅游，所以想要一个这样子的车子。不是这样的车子出去玩就很棒吗？等一下，吉普车跟越野车到底是什么？吉普车是越野车吗？忙到没时间玩，是吗？养车难。山上、海上、耳都市旁。出游的话，我喜欢海边。我蛮喜欢海的，因为山上好多虫，海边虽然也有，但是还是比较喜欢海边。虽然海边也很危险，但还是喜欢海边。山上就是有一点，山上的话就是看夜景吧。可能如果去选择的话，看夜景，然后。还有什么呢？山上就比较还好，而且看夜景的话，比较偏向去那种景观餐厅看夜景，对，去顶楼看夜景，比较不太会去山上。我觉得山上有一点恐怖的成分在，养车没养车，笑死。眼镜，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露营，可是露营车不是很危险吗？现在有空走去哪里？跑山呢、啊？我没有跑过山，很可怕，好不好？不要乱跑。
体会跑上山的乐趣，可是那个很危险哎、欸，那个很可怕哎、欸。我的红发啊，就我那个是什么意思？看不懂了，什么意思？哦、喜欢他超过，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分不出来。祖祖开车技术好不好？还不错吧，还不错吧。我分不出来开车技术好还是不好，反正我知道我妈开车技术很好。更喜欢你的好。谢谢，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好笑，到底在干嘛？现在山上能玩的有点无聊。山上能玩什么、啊？但其实偶尔去爬山或者什么，应该也还不错。只是我还是比较喜欢去海边，海边的那个浪花声很好听。海边容易晒黑，可以，对啊，是没错。但海边就是很舒服呀。又承认是同样红，没有啊，我没有承认同样红。他不是说，再次，他更喜欢我的红发呀，就是他知道是不一样的，你懂吗？我没有承认是同样红啊，不是我没有承认，是本来就不同，好吗？已经很黑了，无所谓，不是吧？我跟你讲，因为我每次就是我最一定会记得的，就只有我的脸的防晒。我很常就是已经出门才想到啊，忘记腿擦防晒什么之类的，所以我的腿就是很容易晒黑，但我的脸永远都比所有地方白。什么意思？什么拉面？什么东西？我有看错吗？是吗？他打的是拉面。你是？等一下，你不是台湾人吗？但是你的日文很好，是这个意思吗？你在考验我的日文吗？读一下比较好。我当然知道，但是我就是忘记。什么意思？感觉乱讲。我要笑死了，这句话。不是，不是什么？你这根本就在考验我的日文。没那种讲法啊，懂。好的。我的天哪，你要给我钱呢？你还不如直接给我钱，我就给你电话。你可以不要撞我吗？你看。宇宙人 this OK OK 太好笑了，好好什么啦，给你电话你给我钱这样子吗？
好吗？为什么要电话？要 LINE 不好吗？ LINE 还比较好，我都没在用电话。你全责啊，电话要多少钱？一个号码1000块。不行，这样子就只会得到7000块，因为09是固定的嘛。然后你最后一码，你只要知道的前面，你就只要再试个9次、10次，你就可以知道我全部的电话号码，对不对？很够了，可以立马换新码号，10000，这样子，7000块也是蛮贵的。你真的很会算耶，对吧？很会吧 ？Oh my god！ 而且我的号码，他可能试个第二次，他就可以知道了。那也是付钱给你就可以要到吗？当然，只是看我要不要理你而已。好好笑哦。聪明不需要用在这里，我不是我，好好笑，我要笑死。09那只啊，对呀、啊。我再想想办法。好、喜欢你的眼睛，你的睫毛，你的冷傲，喜欢你的酒窝，你的嘴角，你的微笑，我喜欢你全世界都迷啊，唱错。别闹，我会继续，请你准备好。我喜欢你的床上，你的手指，你的味道，我想做你的棉袄，你的手套，你的心跳，全世界都明了煎熬，别气恼，我多耐心，请你等着瞧。所以外送员没有，因为他没有付钱。他不在花莲 ，BB 不在花莲。上次的，对，他没有给我钱，所以他没有要的。谢思琪的守护许愿瓶，简单的你就看得懂。对，我跟你讲，我还是看得懂的，好不好 ？BB the sky， 嗨 ，BB the， 我只是不会回而已。我大概看得懂日文。弹钢琴每个音符都很美妙，我喜欢你开我看书分心，看我嘲笑和翻页游戏，我配合你的。没去考检定，我没有厉害到可以去考检定吧。我的日文不好。当然，他是我的狗。外送员的问题，跑一年，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为什么看不懂这句话？我教才没教你，他都乱教。可是我不会跟张美玲用中文，不，用日文聊天啊，因为他比较需要学中文，所以主要都会用中文讲话。你的狗不是米蕾吗？没有，我不承认他是我的宠物。我多喜欢你，叶玲，可爱的是吗？嗯，我比较可爱吧。为什么要跟狗比呢？为什么要跟我家的 BB 比呢？我们是一样可爱的 ，OK？ 可以吗？
这首歌很可爱，谢谢。有加不可以的日文吗？不可以是什么？打咩？打咩？日文很难啊，不要打日文。对嘛，你就自己在那边一直打。你考的根本不是我吧？你也是考你自己吧？拿到菜一定冷掉，什么意思？哇，你要考我这样子 ，Rex。天哪，这是什么东西？我看一下。好，我看不懂这句，太难了 ，Hello。太难，会不会太难？为什么要这样考我？太难了！阿里卡多，阿里卡多。谢谢朱莉恩的喵咪日。活动说明。哦，哦，好可爱哦！爱的虎豹。哦，哦，它的表情符号、表情符号、表情特效是一只狗狗哎。嗯，有人爱狗狗吗？爱呀、啊，超爱。怎么会这么晚睡呢？我其实没有到很早睡，我不是很早睡的人，但偶尔会早睡。如果我很累的话，我就会很早就想睡觉，要看情况，不一定。不能一周开两次吗？一开一次就要想你一个礼拜，这样你才会珍惜我。好好笑。我看不懂，你要自己翻译啊。妈妈不在水想疯狂，才不是的。直播那个是因为有上学啊，或者是前面有事情，但今天都没有做什么，所以还好。而且我今天睡到下午一点，我就是睡到下午一点。我其实很少会睡到这么晚。现在很爱困，目前还好，所以我才在开直播啊，所以我才继续开。喜欢猫咪吗？喜欢，但我没有很常，谢谢。设想还是这样讲就好。表妹的设想，今天播到，你就不要讲，你这样讲我就会很想下播。我就是这样子叛逆，怎么样？怎么样？嗨，欢迎暂时播到三点，没有这回事哦，我们不能跨越。都会看你的时间，我几乎现在都会是礼拜日晚上播，请你下播。好好笑，那好啊。不准关，会偷什么什么在什么东西啊？
五，谢孝贤的香蕉热气球。什么早上六点？也不能跨越这条吗？我没有要害他们的意思。夸张了。她是阿姨吗？红包红包，谢谢红包，耶、yeah.喜欢小朋友吗？喜欢呢，可爱的小朋友，不会说话的小朋友。妈妈没有门禁吗？这个是爱我家，我要笑死了。两包都没有哦哦。梦想如何？买一台刚刚看的车，就这样，这是我现在的梦想，可以吗？我的梦想是跟我妈一起开一个咖啡厅。谢孝贤的香蕉热气球。如果我开咖啡厅，你们要每天来哦，要稳固那个营业额，好吗？好吗？卖什么？卖多少？卖咖啡啊，咖啡厅不然卖什么？很容易冰卡，冰卡是什么？很喜欢 K-pop 吗？蛮喜欢的。嘟嘟嘟嘟。翻车，开那个很容易翻车，真的假的？我又没有要飙车，对不对？不会，应该不会开的，不知道。拉拉队服装，我又不是在。我又不是当啦啦队，我是要开咖啡厅，为什么要穿啦啦队服装？哪一个部分？你哪一个部分理解错误？请问，真的会想你走、欸，没关系，就给你想，好好的想我吧。支援任意门的话。他洗澡没人陪，我本来就不要人陪了，谢谢。你真的很逊哎，大姐。女仆，我不是开女仆咖啡厅哦。我没有要开女，谁听到的？我只是要开咖啡厅，我没有要开女仆咖啡厅，顶多完美那种文青的咖啡厅，不会有女仆咖啡厅，好吗？可以吗？还是你说什么的？啊，笑死！哈，Black Mamba， 被抢去？那有魔法没有？我在就是魔法。咖啡要卖哪种类型？什么意思？就是一般的类型啊。哈？谁说的？我没有说，妈咪。No？ 哎、欸，我没有说呀，我没有说。想先去星巴克，为什么要先去星巴克打工？我如果开咖啡厅的话，当然是我已经有钱到可以请店员来，我不需要自己用吧。
有那个时间可以开咖啡厅的话，对吧？没有跟珍珠奶茶交过朋友，谁？他是谁？珍珠奶茶是谁？珍珠奶茶是那个吗？谁的猫咪？那个谁的猫咪？弟妹的猫咪是吗？谢小贤，谢小贤的红包，指定你给我充，那可能就是三合一。谢红包，不要自己泡就有，一直红包一领完。开店的方式和预算吗？没有，等我有钱我再算，等我有钱我再学好吗？那个不是现在的事情，现在我还是好好跳舞，好好表演，好好爱你们。不要听这个，不要听这个。他还在沉浸在他没有抢到红包的悲痛中。是在红包什么吗？章鱼烧是谁啦？烧起来的我吗？完美的飞翔，就像你心想买的时光，终将坠下，才知道多少我们都会故障。时间差一点，刚好慢一点，不要太美的失误，少了你少了我，再说彼此呵呵呵呵。磨咖啡的自己用滤纸泡吗？不会，因为很麻烦。目前没有。目前没有。因为我还喝不出来咖啡什么好喝什么不好喝。对，可能要等我之后如果有讲究的话。未来会有吗？你想要我亲谁？真好听，好听吗？谢谢啊。想看青山其实跟高彦成比较高。只是厨艺计划可以付出吗？这才做甜点，做甜点可以啊。咖啡厅可能是十年后的事吧，至少。谁知道，我们顺其自然。好了，杨过，好了。
等你的讯息哦，什么讯息？等我的什么讯息？你要好好说，不然人家以为你有我的 LINE， 不知道我有没有赚钱。好好听，他唱的很好听。我的开店，餐车咖啡还是店面的，可以从餐车开始。我蛮觉得蛮，就是餐车蛮好的，因为你可以去顺便旅行这样子。不要喂。天气有点闷热，心情有点忐忑，我斟满了三杯酒，在某地某时某刻自娱自乐。餐车很自由，对啊，这个主意不错，对吧？爱情有点曲折。哇，谢谢谢孝贤。我觉得超可爱，哪一个点？我学着一个人一整天都不失落，就让我喝醉了，唱着歌自娱自乐，开始怀疑了，被爱情击倒了，无可奈何，不知该爱什么，挑什么，改变什么，还好我经历了，这也算痛过伤过，怎样才好呢？错过每个选择，哭笑不得。跟着 TP 跑分，不是吧？应该我开了餐车之后，你们追着我跑，还是赚的是你们的钱？笑死！你要当股东啊？这么好吗？我抱着笑，像一个疯子一样快乐到累了。我学着一个人一整天都不失落。就让我喝醉了，唱着歌自娱自乐，开始怀疑了，被爱情击倒了，无可奈何。不知该爱什么，挑什么，改变什么，还好我经历了，这也算痛过伤过，怎样才好呢？错过每个选择，哭笑不得。月薪30000，我还不如自己赚。月薪30000蛮多的吧，还是很少其实。你的声音跟 Mina 比起来哪一个比较可爱？你要问这种问题，可能我就不会理你。就让我喝醉了，唱着歌自娱自乐，开始怀疑了，被爱情击倒了，无可奈何。哦哦，不知该什么，挑什么，改变什么，还好我经历了，这也算痛过伤过，怎样才好呢？错过每个选择，哭笑不得。哎，哭笑不得。我真的很爱这首歌，这首歌现在是我最爱的歌，因为我觉得很棒，它的歌词。我是到最近听歌才比较会听歌词到底在唱什么。耶，单位的员工没薪水吗？当然会有。合唱干嘛？你说跟 Mina 吗？我学着一个人一整天都不失落，就让我喝醉了，唱着歌自娱自乐。可爱付你薪水？不会，我才不是那种。只为能靠近你，
哪怕夜里你爱上你是我落下的陷阱，不知岁月的更替，往后的潮汐，无论风月是你就足以。西兰这个东西呢，哈哈哈想问是你的话都你这么说，那其实很坦的，想当好听的歌，所以会被遇见是这样子吗？你还爱我吗？听夜空的流星，陨落的声音。今天特白吗？哪有？是 T 恤的关系，我的 T 恤很显白，知道吗？无畏人海的拥挤，用尽余生的勇气。光本来就长这样，每天都长这样。夜里你爱上你，是我落下的陷阱。不知岁月的更替，往后的潮汐，无论风雨是你就足以。哪里好好听？哪里？是这样吗？螺蛳粉吗？没有吃过吧？哎，我吃过哎，但还好，没有很爱，因为很酸，然后又很辣。你这么说，我其实很忐忑。若我没有许过承诺，你还爱我吗？听夜空的流星。弄这合吗？好久没唱了哟。我爱你，无畏人海的拥挤，用尽余生的勇气，只为能靠近你，哪怕一厘米。便利商店意大利面，我现在便利商店没有到特别喜欢的意大利面，自从 Family 的那个改掉之后，我就没有最喜欢的了。但它的青酱意大利面其实也蛮好吃，只是我比较不会去特别去买。无畏人海的拥挤，用尽余生的勇气，只为能靠近你，哪怕一厘米。爱上你是我落下的陷阱。西班牙文。有六折了吗？是耶，它变意大利面，哇，好好笑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播完这首歌，我们就要练榜了，大家。我在哪？这是什么角落？抬起头，仰望着渴求的那枚心头，不太懂究竟什么时候，就这么。一个人和大家走掉，然后吹着电波，总然说即将再次分手，一直到恍若我们仍如昨，依旧陪伴你左右，只好上漂流，跟着一波。冷笑话没有，最近没有。灯光朦胧，有啊，唱错了。高处未知的辽阔，我
些感受，能够听见风笔端的寄托。唱歌是用喉咙吗？好像是，因为如果用肚子的话会太大声。没有了，不是这样子，我也不知道。在茫茫的路上锁之中，照亮路的灯火，相信我能穿透黑夜的尽头，目标在拂晓闪烁，梦之河上漂流，小船缓缓的晃动，渐行渐远模糊了轮廓，强忍颤抖不安的焦灼，看着你背影，我勇气在我胸口翻涌，挥别不舍纠结，情真中再见，就像约彼此重逢的那一天。用腹部唱的话，声音还这么可爱软萌吗？不知道哎。堆积笑脸，让我好好送你这一回。我也不知道，我不会用肚子唱歌。笑这样子。小船荡漾着余波，黎明前悄然靠岸停泊。还是觉得好像什么跟笑声一样粗鲁，才不是。跳出未知的轮廓，向前走，带着执着，梦之河潺潺流，从过去朝我掠过，转眼又匆匆奔往以后。不知不觉，每个人通透，照亮希望的船舵，不放手，努力划向出征。你如果握住了梦，我会来迎接你走。我不会用肚子唱歌，知道吗？我找不到，可是我发现我唱歌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声音，就跟我讲话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声音，但是我不知道哪个地方，就是我唱每一首都会有不一样的声音，但是到太高音的话还是会变成这个声音，不然我讲话就会很没有情绪，如果我都是低音的话。这样是我的低音，这样子，我不知道我在干嘛。这样是我的低音吗？撒娇是用什么声音？用这里呀、啊。Hello 大姐，Hello 大姐，还是喉音，感觉已经是鼻音了。我是低音 bass， 我不是，我没有办法 ，I can't。我就没有低音一点的歌。居然对大剑撒娇，你也要吗？概念是指哪？我是啊，怎么了吗？我就。没有低音，会唱日文歌吗？好き好きで，好き好きで，好き好きで。この胸が切なくて苦しくて、諦めかけても。日文歌。会泣不成声吗？不知道 ，I don't know， 因为还没有那一天，是不是？会唱韩文歌吗？会啊。Stay，
比翼落地上，那个上一定要是上，这是我得出来的。A B E 的悲伤 ，After like 吗 ？You and I is more than light without the yeah yeah yeah. You and I is more than light. What after like？ 不够高吧，不够我不会唱啦。かっこいいから好きなんじゃない、好きだからかっこいいんだよ。我就只会这两句，不好意思Sorry。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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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台语歌吗？不会。不会，我不会唱台语，因为我觉得我台语发音不标准。日语版，我不会唱日语版。什么大剑哥哥什么东西？欺负城市，第一次跟大剑撒娇，唯一一次被逼唱，哎，我忘记那首歌是什么了，我不知道，随便啦，我要念榜啦，我要念榜了，好好笑，哈哈，好了。一把，谢谢西兰的梦幻泡泡。无情的，我忘记了，我已经忘记怎么唱了。我会叫你大剑哥哥，认真，有这件事情，有那么有这样子的，有这种事。Really？ 送不起礼物没关系。괜찮아，以前多可爱，你再说我现在不可爱，你出去，你出去。再唱一次，没有，我们来直接念吧。突然音调变成这样子，像雨林男友。雨林男友每天唱，听我唱歌。你想要我男友每天听我唱歌？他是谁？他是谁？年少不懂事的时候，你在那边学我妈叫表妹？你是怎么样？啊？念吧，不吵。第十名是钟颖，谢钟颖。第九名是西兰，谢西兰。第八名是妈咪，谢谢妈咪。第七名是换票车，谢换票车，是麦麦，是麦麦吗？是麦麦吗？第六名是樱桃猫，谢樱桃猫。第五名是夜空 sky， 谢谢夜空 sky。第四名是小蓝，谢小蓝。第三名是黑流星，谢黑流星。第二名是 Sparky， 谢 Sparky。第一名是孝贤，谢孝贤。哈嘿，耶、yeah ！不可能，西兰，不行啊！谁叫你要这样子？亲亲猪猪宝贝，来亲啊，来。